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《星穹铁道银河球棒侠传说微缩星球适用队伍打法攻略》。知更鸟、真理、托帕，《星穹铁道 2.2 活动攻略》。微缩星球配对带三个试用和自己一个生存位，变了谁带谁就好。商店里加点，依旧是把推荐的黄点点完。重置不用点，多余的必点经验。这关开始，可以选冒险策略了，开局选等级强化。武器扩充到了五个格子，武器推荐带、冰剑、蜡烛、铸成之志、球棒和双枪。双枪可以换成弓或者盒子，看大家的随机结果吧。然后左下多了排除功能，可以排除掉不想要的武器或者配饰。排除掉之后，本局这个武器或者配饰就不会再出现了。尽早用排除，把不想要的武器排除掉吧。试用时这瓜默认给的黑剑不是很好用，建议优先升级球棒和双枪。双枪可换盒子、弓。S3E。第二次选冒险策略。选武器强化，第三次选冒险策略，选意外之财。这关最后有很多小怪，如果大家双枪混着弓或者盒子没合成传说，打折会比较难受。一定月梦就是运气不好，双枪等级不够，不过拿满奖励还是没问题的。都看到这里了，点个免费的赞吧。零分。拜拜。